肥，我又化了，我又没化。今天高低得教会你们这个三倍大眼妆保姆级教程，赶紧码住。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眼皮是特别亚睫毛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说贴双眼皮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睫毛顶住上眼皮，给它夹翘。夹翘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眼皮没有刚才那么堆积了。这时候我们再去贴双眼皮，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支撑力。首先把双眼皮褶皱处的余粉先给它擦掉。双眼皮取出来之后呢，大概位置就贴在我们的褶稍微是往上一点点，眼睛微闭，贴在这条褶的上面一点点，后面的就是往后一拉，摁一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用这个镊子的另一头给它支撑一下眼头部位，让它自然起翘。而且你看我贴这个双眼皮是完全不压睫毛的，带一个这种直径偏大一点的眼珠子，手扒着下眼皮，然后往里带。就上一台就好了。画眼影之前呢，我们先给眼皮补一下粉，因为刚才贴双眼皮的时候把粉擦掉了。晕染刷蘸一个阴影色，在我们眼头这个地方，还有眼尾往上，去给它消个肿。下眼睑这里，我们用一个灰粉色整体先带过一下。波残的位置大概就是在眼睑下面3毫米的地方定个点，让两边过渡自然。眼睑下至从中间落笔，平行的拉到眼尾处。下一点空缺这里可以用一个腮红色去给它填补一下，先用一个灰粉色给眼皮大面积的打底，再用一个浅棕色晕染眼皮1/3的地方向上晕染过渡自然，提亮色在眼皮上方这里做一个提亮，眼尾这里用一个深色给它加深一下，睫毛这块再给它重新夹一遍，薄薄的涂一层睫毛膏，用这种分段式小腕膜，像我这种眼皮比较压睫毛的，我一般喜欢把这个睫毛贴在睫毛的上方。第二处贴在外眼球边缘右侧，第三处贴在眼球边缘内侧，紧挨着中间就是睫毛。第五处贴在眼头，眼线从眉头的边缘这里开始落笔，到这里结束，然后到这儿给它连上3个点，先去把下面这条线连接起来，再从后往前拖过来，把中间填补起来。下睫毛从眼尾处开始落第一笔。然后给它画一个交叉型的，把皮肤拉出起来，给它落第二笔，然后前面落一笔，中间这里填补一下空缺，每个睫毛的中间再穿插一根这样的小绒毛，最后再往中间点点亮片，提亮一下卧蚕度，整体眼妆就完成了。以前我的底妆上完就霞粉斑驳秒变黄脸婆，现在我的底妆不仅刚上妆轻薄持久，到了晚上还是心里有光泽。今天就手把手教大家，像我们一样的瑕疵痘肌，怎样能画出美女同款无瑕底妆。首先妆前保湿要做好，但是也不能抹太多东西，遮瑕不要直接点在脸上，先抹在手背上，然后又刷一个闪亮度去底下。因为我自己是会油肤质嘛，很容易长痘，所以说我秋冬其实底妆还蛮挑的。就这种养肤并且保湿度充足的，这个鸡蛋虾粉底我真的是超级爱用，找不到替代的。我一般都是一泵的量就可以用全脸，先用指腹在手背上面打圈拍开，真的是很滋润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延展性很不错的那一款。用手指点一点，像涂面霜那样。今天我们用陈姐的逆毛孔上妆法，跟着美女学化妆真香。因为脸颊这块毛孔它其实是有点往下生长，所以要逆着这样大面积的均匀铺开，感觉它好像有一股淡淡的那种香味。是我错，挺舒适的。鼻子啊、额头啊，都是从上往下涂，它上脸就很润、很舒服，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粉感。然后可以用手指上这个余粉，在我们的鼻翼部分打圈，揉进鼻翼里面。像鼻翼其实比较容易卡粉，所以量记得要少。像这种滋润型粉底，我比较喜欢用干粉扑上妆。我先避开眼周的位置，轻轻打上脸，这个润感绝了。整个上妆过程都是这种拍打式的，不要来回拖拽。最后再带一下眼周。很通透有光泽，那种熟悉的奶油肌质感，你看像鼻翼啊、嘴角这地方都不存在卡粉，真的是牢牢的扒在脸上。新版的这个遮瑕力更好，像一些红底的黑眼圈啥的基本一层就能遮住，对我这个瑕疵皮太友好了。秋冬定妆我还是更加喜欢用散粉，夏天的话因为混油可能会搭配定妆喷雾做三明治定妆粉，切记要分区域定妆，按压上脸一定要把粉压到里面去。这个底妆谁来懂一下，就是那种睡眠充足的原生皮肤，当然更无瑕了，不整个清透淡妆都对不起。那我们就补一下剩余的化妆步骤，一起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。Rocky on the right.
肿泡眼和单眼皮，花四分钟跟着我学魔法吧。约会的话，可以选择用气垫，瑕疵能遮住七八成，并且妆效自然。最重要的是没有味道。腮红在散粉之前上会显得像自己皮肤的血色，眼影可以顺带一下。鼻头也来点，咱就是说把楚楚可怜感拿捏住了，然后再上散粉，一定要少量多次，轻轻的按压。再拿一块饱和度更高的腮红点缀，取白色眼影提亮眼睛中间，先沿着山根画 C， 再画鼻梁，最后画鼻头，然后用浅色修容晕染。鼻头来调杠，可缩短中庭，接着用白色眼影提亮。睫毛要分段夹，夹两三遍基本就翘了。刷睫毛千万别落下眼头的，贴假睫毛之前先跟自己眼型做个对比，长多少减多少，在瞳孔正上方先定点。如果你眼头脂肪多，就贴高一点，趁胶水干之前抬一下假睫毛，填补内眼线。胶水干了之后再夹一次假睫毛，棕色眼线胶笔开眼角会很自然。眼线从眼尾拉长，再慢慢加粗，眼头不要忘了，这样才能和眼角衔接自然。卧蚕笔加深双眼皮，真的不会假。取深棕色，然后先在手上擦去多余的粉，再去画卧蚕就不会假，但是又很显色。不过在这之前，黑眼圈遮瑕一定要做好哦，不然就会显得太脏了，卧蚕就会像眼袋。勾勒完形状后，用浅一点的颜色过渡，饱满又立体的卧蚕就画好啦。有红色眼线胶笔或者眼影，可以适当加一点在下至，拿刚刚的腮红做眼影加深，只加深眼头眼尾，中间留白带会上珠光眼影就不脏了。然后用指腹晕开，贵气感这不就拿捏了。先画四根最长的睫毛，然后画四根短的在旁边，最后在空隙处补上几根短的，又省了一笔下睫毛开销，提亮一下眼头。眉毛我们尽量画平眉，染眉膏可以让你的眉毛变得温柔不死板。快学起来和对象去约会的时候画吧。